第22、23题是题组，只爱取甲道根七个质量不相同，但各由单一物质组成的金属块，分别测出其质量与体积如下表，请回答22到23题。第22题是问，将七个金属块的质量 M 与体积 V 的坐标画在右图，请问图上会有几个点？我们总共测量了七个不一样的物质，所以当然会有七个不一样的结果，就会有七个点。所以第22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图上会有几个点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七。